旁边我就从那下来，音乐起的时候，我从外面。好，第二个男歌手应该从那边过来。是，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女歌手离她是远的。唱的时候，你说你唱第一句的时候，就旁边稍微闪一点。然后他们全闪。今天是6月21号，然后求婚倒数第9天。 不能说别的，一开始没有完全没有这个界限，是个小的楼梯，没有这个大进来的，这边打场。终于等到你，都看他，终于等到你。 觉得好像现在都还没有准备好啊，所有的人都好像还没到位，我也不知道，好紧张，好乱啊！我现在害怕待会儿太多人了怎么办？现在他们车其实已经可以到了，但是这边好像还没准备好，车都不敢往三里屯靠。哎，现在准备怎么样了？佳佳车马上就要进场，一定要大概抢个音乐的点，辛苦了，拜托各位，拜托各位，已经到位了。 失去世界也不可惜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。好紧张，好乱啊！现在。被放逐眼睛，只要你珍惜，那与我为一，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。 为你，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。 Tula uku ni kechu.
내가 나눌라고 개하면 눈물만 만들쥬 언젠가 다시 돌아올 그대라는 걸 알긴 난 믿고 있기에 기다릴게요 난 그대여야만 하죠 니더 알지 나 신뢰 니더시 靠在身边 只要你在我就有许多梦想 只要你在我就有更多力量 坚强，同时也非常有爱的一个男孩。希望呢，你能够接受他最浓的爱，同时也希望你们两个也可以永远的幸福，永远的在一起。祝蔡丁和高子欣早日贵子，升起来，升起来，加油！哎，蔡丁，你要相信自己呢，是你的 destiny， 嘞，加油！非常可爱的中韩混血大 baby， 然后一定要认我做干妈，我们就这么说好了。恭喜你们跨越国界找到了彼此，所以请蔡琳姐勇敢放心的去爱吧。